男神朴叙俊演过多部热门韩剧，在全亚洲拥有不少粉丝的他，日前更是惊喜加入漫威宇宙，让事业更上一层楼。而除了工作之外，大家也很关注他的感情世界。曾和朴敏英、白珍熙传过绯闻的欧巴，最近竟又爆出恋情啦。朴叙俊近期飞往英国工作，没想到他在英国的那段期间，竟被大陆网友在精品店巧遇。po 文者表示，朴叙俊身边有同行助理和一个很好看的金发女生。不止个子很高，妆容也很精致，让该名网友不禁怀疑，不知道是不是欧巴的女友。但是照片中，别说两人没有亲密互动，女方甚至还没入镜，让恋爱绯闻难以证实。不过女方的身份还是迅速被挖出，疑似就是百万 YouTube 网红秀妍。她也被抓包和朴叙俊的弟弟互为 IG 好友，只是在绯闻曝光后，朴叙俊的弟弟秒关 IG， 行为让人疑惑。而朴叙俊的这段恋情是从小红书传出，并造成热烈讨论。不过截至目前为止，还没并未跟进报道，经纪公司也没有任何相关回应。